12月29号，杨宗纬、张碧晨现身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彩排，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深情献唱了一首婉转动人的歌曲。虽然天空下起了小雨，两人还是不紧不慢，从容适应，反复走台，力求音乐上的完美呈现。认真专业的歌手用声音传递魅力。作为湖南卫视的老朋友，这次杨宗纬、张碧晨的出现也是亲和力满满，台下沟通细节时十分温柔，台上开嗓献唱震撼人心。芒果新闻12月31号锁定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，芒果 TV 全网首播报道。